喂，不是你在我车这里画什么？哎，别画了，别画，你干什么？啊，谁家的呀？你干什么？别画了，还画是吧？啊，哎，不是你跑什么？哎，真的。哎，你好，妹妹。哎，你好。我问一下，这里是那个马小玲家吗？啊，对。啊。她有什么事吗？终于找到了，就原来她在成都工作的时候，还找我家借了2万块钱呢。那你快过来坐吧。啊，好，不用客气。哎，不用客气，妹妹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我去给你倒点水。哎呀，谢谢，不用这么客气的。谢谢谢谢，麻烦你了。哎，对了，我问一下，那个马小玲在家吗？在家。那麻烦你帮我叫她出来一下，行不行？啊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哎，不是妹妹，她就是马小玲吗？对啊。我刚刚在我车里看见过她呀，不是，她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？就是我，是你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但是那时候好好的，怎么现在成这个样子了？我都不认识他了。哎，对了，妹妹，你爸妈在家吗？我想见见他们。那麻烦你帮我给他们打个电话，行吗？对了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了。我叫马小玲。哦，你呢？我比你大，你叫我成功哥就是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年多少岁了？今年19岁了。19岁，那你还在读书啊？靠什么收入呢？那不是所有负担都压在你身上吗？那个妹妹，小林哥怎么突然这样子？就是医生有没有说过能不能恢复啊？行吧，那其实的话，你可以把小林哥带到外面去工作，也可以的呀。是。
干什么呀？小林哥，你这是在玩什么呢？对了，小林哥，你还记不记得到我呀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哦，走，小林哥，我们去吃饭去了。啊，我们吃饭等会儿再玩。来，我帮你吧。来，走，慢点，慢点。嗯，好，慢一点啊，小林哥。今天辛苦你了，妹妹。没事的。啊、嗯，快吃吧。啊、嗯，好，快吃饭吧，小林哥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快吃吧。小娟，小娟，哎，陈峰哥，哎，那个你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你看这次我上来也没带什么东西，然后我这里有一盒这个阿胶糕，你拿着给哥哥吃。这不用了，再说了，你大老远的跑过来，还带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这又不贵的，拿着拿着。哎，听话。那好吧，谢谢你啊。没事儿，然后下午我有点事情，我就可能要先走了。等我有时间，我再过来看你和哥哥。好的。